今天呢是我们一口大吉了，现在呢带大家到大吉上转一转看一看去。今天的天气又特别的好啊，是2021年的第一个大吉。这里就是一口大吉了，今天我来的早一些，现在人还不太多。这西红柿咋卖的？多少钱？10块钱四斤。太简单。这里橙子是10块钱五斤。这上没什么，早着呢，我站这儿跑。这小西红柿多少钱呀？17斤，要6块1斤。6块1斤。嗯，那个草莓真漂亮。大的是大草莓17斤，17，小的便宜，8块1盆，15两盆。啊，8块1盆，15两盆。看看这峪口大集的最北边这一大溜是专门卖树苗的啊，春天了开始栽树了嘛，各种树苗、果树苗全都有。上地儿干活去了，哎，一瞅，我说咋都上这些人呢？开对了，桃树苗啊，对，1块钱一盒哈，啊对，嗯，看看这卖珠子苗的。真是到啥季节卖什么东西啊，秋天的时候正好这一大片卖的是白菜，现在呢卖各种果树苗。您那个树苗是啥树苗啊？杏树苗。杏树苗是啥杏的呢？大香白杏。香白杏啊，那还在带大同志在这儿啊？这样的不在干房那个保护啊，这新从地里挖出来的。对啊，挖下来就搁这里了啊，这样就卖货。您看这还有滑葡萄呢。啊，是呢，开始那个长滑苞了。对啊，白又长了。嗯，这大姐这卖的树苗好，全都在这个大塑料桶箱子里边，还有啊这大桶里边。这样不保护还行吧。啊，不干都是爱保护。这是桃树苗。保护啊。它能长也得长出来。啊。这样的那个根保护好了，要比他们那样的爱活是吧？裸的那个啊，比裸根爱活，生活率高啊。看看这是李子树苗，还有黄金梨、甜柿子、毛桃。看看这大溜，全都是卖果树苗的。看看这里，吃那个抻面的。看看这小孩玩具，啊，多好玩！看看这地方人特别的多啊，正在卖羽绒服，35一件。农民洗棉服。35，农民洗棉服。特价35，35，35块钱。看看这小棉袄挺值的，男女特价35。整体来看，这大集上人还是不太多，第一天开集嘛，因为还有好多人不知道的。